为什么金丝楠木比黄金贵？切开之后才明白，贵是有道理的。黄金是一种非常昂贵的金属，但黄金虽然值钱，却没有这种木头值钱，这就是金丝楠木。很多人都听说过，但是却没有真正的见过。那么到底贵在哪里呢？金丝楠木是我国特有的木材，主要产自于我国的四川、云南等地区，生长于海拔1000到1500米的亚热带阴湿山谷、山洼以及河边，自古以来都深受人们的喜爱，多用于皇室和少林寺庙的建筑和家具，有的也会被制作成各种艺术品，非常的有收藏价值。据了解，金丝楠木的形成时间非常的久远，虽然金丝楠木外表看上去平平无奇，但如果一棵金丝楠木想要长成一棵大树的话，怎么也得长个成百上千年。切开可以看到，这根老树非常有年头了，准备制作成家具。切开后可以看到，上面的纹理很漂亮，会看到金丝，也有许多小结晶，还会散发出一种独有的香气，十分的精美，所以贵是有道理的。咱买是买不起，只能过过眼瘾了。你觉得金丝楠